要孩子第27天，今天整点酸辣无骨鸡爪啊。真美味，真是一点不腻。哎，这手啊，真是不好使，他怎么就不听使唤呢？你们，你看这手里能少点啥不？是我过两天要出门了，你看我手里你少点啥吗？媳妇，不少，光秃秃的，他们怎么能不少呢？我感觉少啥呀？貌似这是不到几点了。几点了，媳妇？真缺氧了，真缺氧，你看，光秃秃，啥没有？你要买啥呀？啊？你要买啥呀？看这个，手上戴的，能看点儿的。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？媳妇，要不你转500块钱去买吧。500块钱买啥？你说人家买带点儿的、走字儿的。那人家出门，人家带的什么档次的？我买个电子表啊。你不得看你多少钱，你挣多少钱才能决定你的档次吗？是这么多钱装人脑子，那你不可以给我奢侈一把吗？行吗？不能给老公奢侈一把呀、啊？我也想奢侈一把。你老公过两天不出去？500。出差吗？500不能再高了。我出差。判多少亿的项目？出差，这个数，200。出差谈项目，这个数，你们有点少。